你今天为什么留堂啊？哎呀，真是不怪我，不怪你，怪谁？你留堂难道还能怪老师吗？我真不知道谁，在我书包里面，你看，放了两个脆冰冰，那老师发现了就被罚了。啊，你带脆冰冰去学校，那肯定得罚你留堂啊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谁放进去的？不是你放的吗？不是，你是不是买了？你下课的时候去买了？不可能。那，哎呀，那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行了，罚都罚了，那吃吧。哎，怎么这样子吃呢？哎，不对，它里面是什么东西？看一下，等一下，它是什么？它不是脆冰冰啊？这什么东西？那是竞品。把它拿出来看一下。钢笔，它是一支钢笔啊！哦，它这个是墨水，是它的墨水。试一下吧。哦，它进去了。点赞。哦，对。哦，原来它是一支钢笔耶。对呀、啊。这么说，那我们是老师错怪你了耶。对呀、啊。那这个看香，这是什么？哎呦，我差点就把它吃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好像是一支笔。哦，不错哎。问题是我。哎，别甩，别甩，哪里都是，大哥，别甩，甩在衣服上都是了哦。那这么说，那我们可以跟老师说一下，说他错怪你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我跟老师说，但是包里面还有一样东西啊，还有啊。哎呀，朋友们，你看我们家这个墙纸掉了，到现在还没修啊，不管它。对呀、啊，怎么不修呢？还有什么东西？哦，你这个。哎，什么？你还带了小布丁啊？你带了这个小布丁去啊？哎呦，你怎么上课能带这种带雪糕去呢？那你就吃了算了。行，啊，这个小布丁怎么像果冻一样的摸的？是吗？好不好吃？看看这个小布丁。嗯。干嘛？什么东西来着？有毒啊？不是。怎么了？又怪咬人，又怪怪的。我看看。哎，怎么有点软软的哦？但是包装这肯定是厂家有问题，看一下。看写的什么？小布丁雪糕，橡皮啊啊！那是橡皮，这么夸张吗？好了，那写写看，看它是不是橡皮。嗯，坏了，这个是什么啊？两个小人。好，然后他们呢，把它擦掉。擦掉吗？哎，真的擦得掉哎。哦。真的是橡皮耶，真的是橡皮，那它又是文具耶，不知道谁放书包里面，又把老师又冤枉我的，到底谁哇、啊？哪个同学放在你那里啊？这个糖耶，还有个糖。哎呀，不是看这文具来的，哎呀，看一下文具。等一下，别吵，这又是一个文具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它是文具来的、哦，来看一看吧，看一下是什么文具。啥呀，文具还怕拆、啊、是文具，你这个是什么文具啊？99买的限量版文具啊，不怕拆，搞什么鬼？谁信了你能限量版的文具啊？我哎，别吵，我来、啊、我来看那得是什么文具啊，这个别闹。哎，橡皮擦吗？是，别擦呀！99的，里面还有加超级多香精。香精？那你尝尝。哎呀，不是，那是糖，是文具。果然是糖，对，是文具，明明就是文具。嗯、对呀、啊，那没办法了，那老师罚你罚的对啊。我走了，拜拜。那个西西，我跟你说，服了。等一下，西西他为什么会那么着急走？他不会他的书包也有吧？哦，啊，走。看看，书包。娘，停下了。我的书包真的有，真的有。你们信吗？信不信呢？在这里来，嗯，看上，有什么东西？啊！哎，等，哎，怎么被弄烂了？美到惊艳女神，口红。口红？不会把你哥哥他竟然带口红去学校？他莫非然后就送给某个人呢、啊？哇，太可气了！来。还有什么东西？好像没什么哦，一个袋子，这饼，带饼去学校啊？烧烤、烤串，里面这么多烤串，我跟你讲，没搞错，三个烤串，
是肉丸烤串，还有一个猪肉烤串，还有这个，还有个虾钳。西西，出来快点！你书包里为什么有烤串？这你书包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啊！这谁放的呀？谁放的？很动，很动啊！钳子还能动啊？煮熟了不应该不能动啊？哎，好像是一只笔。笔。不会是你放的吧？怎么可能？那个三个烤串呢？也是笔。这怎么搞的？这咋回事？这个肥肉掉了。这个好真实哎，我以为真的是烤串呢。哪里可以夹人？不行，为什么要夹我手？知道了，可以夹东西过来。哎，妈妈，你看，你刚才夹的位置就有个缝，就是笔。哦，真的是哎。哦，真的是可以试一支笔啊，写一下。真的可以写耶。那我问一下，你的书包里面有口红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可能？你想送给谁吗？是你要送给别人吗？哪里来的？你哪里买？哎，差不对啊。冒牌口红，那涂改的，怎么一点都不顺滑？这个涂改带啊，真的是哦，现在顺滑了。哦，真的是涂改带啊！我要写个关注，关注啊，大家关注一下啊！但是这些东西到底是谁放在这里的吗？不会是你吧？不是我。那我跟你讲啊，你们两个千万不能带违禁品去学校，知道吗？肯定啊。真的确定没有带哇？肯定啊。那这样子我还是检，那你的书包敢不敢给我检查一下？肯定敢啊。应该不会有东西了，啊，都是一些笔。好，看一下这个，看一下里面。啊！你这是老师奖励的。老师奖励的。对。好。香烟，你怎么写？我跟你说，等下我就不是啊，那报警让警察把你带走。小烤串祈祷。是什么香烟啊？谁家？我就问你哪里来的？天上掉下来的，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呀。在哪里？你信不信我问一鞋子揍你的？这不能打人啊，属于家暴，我可以上法庭起诉你的哇。啊？我们应该要先细心分析一波这个香烟，看它上面有什么指纹什么的，来分析一下这个香烟的来历。分析一下。这也不像香烟的味道啊。那是什么？有条缝，有条缝，难道里面还藏了东西？是支笔。对吗？怎么可能是支香烟呢？啊，真的是一支笔耶！怎么那么像哦？是一支钢笔耶！到底是谁放的？哎，乐乐，要不你看一下是不是你那些同学啊？问一下。你们在藏什么？不可能。啊？你们在藏什么？我昨天买了个美食仿真文具嘞。哦。是吧？还以为是真的。文具来的。啊！太欠揍了啊！